怎么操作？你拍这个，喷一下怎么？后边的。怎么那个？哎，后尾首先你这个就是现在不是搁手动嘛？你看看，搁这个手动上来的。后边的。哎，然后的话那个，后边那有几管用吗？管用吧。管用吧。光后头配的。嗯，好嘞。这个原来只是灯亮，这个灯是亮的。灯是亮的。哎，这个灯是亮的。不然那个打到自动开始，你看。 这样的话，包括我看到，大哥你不要随便的唱那个去。好。放后边是吧？ 你提溜就行了。啊，这个我不太了解。咋都往后跳呀？ 在哪儿了？后面有块板子，后面还有吗？要哪样啊？
就是一遍。好了，交上去。这我把手往你拿前面，拿后面来。走，换一下。那个往下撇着呢。挑完户了啊，刚才就挑完户了，刚才挑完户了。嗯，我上车的话是吧，我也搬起来是吧，你就见小伙子一个等待着。好，刀弹啊，下面不管，下面不管。当然啊，还是缝里边，我觉得不能缝，一缝就是缝隔板了。他一次只能一缝而已，就压了一点，就压半点。小陈，对呀。出点事情，我这个出点事情，是点四秒，四秒他真的爬了没有？四秒就不爬了。主动趴着吧，把这个打回来。加上水了，加上水了，加上啊，加上。
要要要正面来，要不下。你这就是怎么不下六，六不下六。就这样撂了，咱们这边把那边打出来，打出来蹭一下。听见吗？啊！水分太大了。水太多了。对。就他干完了，就完了，他自己他自咬了。他自己这么干，主要他们打出来了，打出来，打出来自己打。不能喝了。什么呀？你把小点稍微拧，小点，小点。那那个怎样？这么长？拿个小点盒，拿个。不行，那个。你拿长了。别拿乱了啊！这你不管细点的就拿走吧。哎，对，有点冷。
是你咋要从哪儿站来了又回来了。调什么？这轮胎，这布料啊！你看，如果不调的话，它这里送不过来，就放到这里了。哦，就调平。哦。哎呦，我这真是个技术活儿。高是吧？对，稍微比它高出个两毫米、三毫米无所谓。哦，但是不能矮。对，不能矮，一定要高，你那高处不能矮。
来吧。有没有？是吗？啊？那他们不就直接当上了吗？啊？那不是没用？不是在那养，不用没养吗的？我这白用吧。啊。他养个，那不是我还等上啊？哦。我操！怎么了？感觉它能往下送，挂好，不用再，这边行。好，是两条线，这边给它整上了。不料还有余震时间。嗯。点下这个按钮，它跳，这里有个黑框，跳过去了。嗯。五秒差不多。现在这个也就在3秒吧。嗯。这是随着根据它这个料子的那个干湿度来调的。哦。现在开始打转烫火。
好。还能多少钱呢？高了一点是吧？看看。还有一个是大吃饭的那个。好。干。